爷爷，您以前常对我说，如果有什么想法、灵感，就写下来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我一直记着您的话，已经在这本子里写了许多自己的诗、文。下次回国，一定把这本子给您。您的记性已不如从前，所以我写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事，希望我不再加时，您读起来见字如面。您经常带着我在河边散步，您会给我念书听，念好多好多的书。我记得您总是在看《精灵春梦》，它好长好长，长到您似乎一直都没有看完。这些时光，每每想来，甚是怀念。只叹当时年少懵懂，不知珍惜。如今我也只能是日日盼着，等回国以后，可以再与您去河边走走。这次，换我给您念书听，可好？先前读离诗，直到是未复新词强说愁。如今，却真个是生离转死别，方觉何谓欲说还休，何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却也只能深知身在。情常在，怅望江头，江水声。